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邢文玲。秋冬天气寒冷，人体抵抗力下降，给病毒提供了可乘之机。那么在城市居民的户外运动集中地，我们该怎么消毒杀菌，保证大家的身体健康呢？这里有扇神奇的大门可以帮助到我们，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这是一款智能测温消毒通道，设备上方安装的人脸识别设备会对经过的每个人进行人脸识别并测量体温，记录来访人员的体温信息。设备下方的手部消毒模块可以感应人手的位置，释放次氯酸消毒液，帮我们消灭手上的病菌。体温35.8。右侧的大门就是消毒通道的本体，门内搭载了红外感应系统和雾化系统。当红外激光感应到有人走进通道时，机器两侧的喷头会通过雾化的方式喷洒消毒液，对人的全身进行灭菌。快速的消杀避免了人员的大量聚集。消毒测温通道采用双流体雾化技术，通过气体和液体的这两种流体在雾化装置内部形成压力波，再通过压力波的作用将消毒液打散成粒径为5到10微米的颗粒，这样大小的颗粒不易被风吹散，可以在下落过程中精准附着人体全身，也可以避免消毒液颗粒过大浸湿衣物。消毒通道的灭菌成分主要使用了无毒无害微酸性次氯酸消毒液，可以用于人体皮肤表面的细菌灭杀。微酸性次氯酸消毒液被认定为食品添加剂级的灭菌成分，它可以在5秒内杀死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常见的病菌。经权威机构的检测，其灭杀率达到了99.9%。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更加重视生命质量和健康安全。双流体雾化技术的出现使雾化颗粒更加均匀，范围更广，可以更全面地接触人体表面。出行中我们再也不用担心病菌的侵扰了。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洗衣小管家。洗衣服是我们每个人都避不开的家务劳动，洗衣机更是家庭必备的电器之一。这款洗衣小管家内置的 AI 智能助手，让你从繁琐的日常洗护中解放出来，享受更多慵懒时光。对于有小朋友和萌宠的家庭，衣物的杀菌除螨不容忽视。你好，小美。我在。设置除螨程序。除螨程序已设置。对于上班族来说，出门前将衣物放入洗衣机，下班前利用 APP 远程操作便可以启动洗衣程序。 APP 内设置多种云洗护程序，充分满足你的不同洗护需求。传统容量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厚度往往在600到650毫米，而这款洗衣机的厚度仅仅只有487毫米，占地面积更小，可以最大化地利用家里的宝贵空间。它的内筒直径达到了530毫米，利用独特的锥形帐圆技术，
和微协桶技术，让内桶直径更大的同时，减少箱体与外桶之间的间隙。大桶径的摔打路径更长，有助于更好地洗干净衣物。它内置 3D 传感器，实时监测内桶振动情况，结合优化的程控器算法，及时主动纠偏，做到减少振动，高效静音。除了洗衣机外，去污剂同样是清洁衣物必不可少的工具。那么去污剂又是如何去除污渍的呢？去污剂含有一种可以溶解化学物质的溶剂，它的主要工作原理就是溶解。使用的溶剂应该与污渍的成分相同，污渍表面涂上乳化剂后，污渍就会被溶解掉。去污剂通常包含酶或其他可以分解污渍分子的蛋白质，酶可以分解污渍中的蛋白质和脂肪，和我们的胃消化食物的过程非常相似。氧化剂也可以破坏污渍分子中的化学键，它可以裂解长长的带有颜色的分子，使污渍更容易被除掉。很多去污剂都包含漂白剂，虽然它不能去污，但这些化学物质可以让污渍变得看不见或者无色。小小的洗衣机除去的是水分和污渍，省下的是时间和空间，收获的是幸福感与满足感。相信未来会出现更多用大脑分析你习惯与需求的智慧伙伴。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海底世界。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这个灵动可人的小家伙是一款在水下使用的智能机器人，看它在水中游动的飒爽英姿，是不是非常炫酷？别看它体型小巧，但它却拥有强大的本领。它的机身内搭载了1600万像素的 4K 高清运动摄像机及150度的广角镜头，配合稳定系统，可以实时捕捉水下的画面，让美丽的海底世界一览无余。这样一款小巧灵动的机器人是如何做到在水下自由穿梭的呢？自然界一直都是人类各种科学技术工程原理以及重大发明的灵感源泉。鱼类符合流体力学的身体外形及全身多处的鱼鳍，给了它们在水下自由运动的能力。当鱼类向前游动时，身体两侧肌肉轮换收缩和舒张，使得躯干部和尾部左右摆动，拍动水流，从而产生前进的动力。在背鳍、胸鳍、腹鳍、臀鳍的配合下，可以平衡向前游动。这款水下机器人正是根据仿生学和流体力学的原理，与珊瑚礁区特有的盒子鱼为原型，匹配硅胶质地的仿生鱼鳍，让它可以像鱼儿一样摆动身体，为机身提供动力。内置的惯性测量单元和自动控制算法，让机身即使身处波涛汹涌的水中，也能保持平衡自由。当我们在水下游玩时，可以通过手里的遥控器控制仿生鱼，让它像自己的小宠物一样跟在身边。遥控器和水下摄影机器人模拟海豚发出的声波相连接，这种声波还会吸引鱼类一起游玩。当然，我们还可以在水面上通过手机与机器人连接，实时查看水下画面，控制机器人的行驶路线，探索我们未知的海底世界。如果在水中遇到了障碍物怎么办？机身上的红外感应器可以自动测量感知障碍物并进行分析，让机器人可以像真正的鱼一样自主躲避障碍，在水中自由穿梭。它还装有智能定位系统，不管是遇到电量过低还是失去信号的情况，都可以安全的自动返航。千百万年的自然进化让动物们完全适应了自然环境，其结构与功能的优势数不胜数。人类通过模仿动物制造的仿生产品已经应用到了生活中的许多方面，未来还会有哪些仿生科技会走入我们的生活呢？让我们
共同期待。